我俾三個你 ，A OK， B 好中意 ，C 唔中意。唔中意，唔中意，唔中意。唔中意。Bianna 一家同樣都有養狗，你睇下剩幾多？不過養多隻之後就唔知啦。如果屋企養多一個狗狗，你想係咩樣嘅狗狗？呢個係咩狗啊？怪獸狗。Bianna 妹妹想養嘅怪獸狗，我真係要請教下領養機構義工有冇先得啦嚇。嗱，今次呢間機構有15年歷史，狗狗多數嚟自山頭同繁殖場嘅，呢度全部由義工運作。Bianna， 幫下手先，我哋再幫你揾狗狗嚇。阿女，你都好似幾中意拖地咁噃。唔係屋企平時都用開呢一個噶 ，Bianna。嗱，唔使教你都真係識拖兩嘢嘅喎。係啊，幾叻喎！知唔知點解要拖地啊 ，Bianna？ 因為成日瞓低喺個地下度碌嚟碌去嘛。日後嘅話，你要幫手拖地，一日拖幾多次啊？你覺得你可以？10次。咁你覺得拖到幾時先叫拖完啊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繼續數啊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，拖完。叻女啊，估唔到你人仔細細又幾捱得，仲有個殺死人嘅笑容，啲狗仔等住見你啦！嗱，今次同你見面嘅就有 Ginger 一仔同埋 Emerald 啦。點啊？啱啱心意啊？雖然就唔係怪獸，不過睇住先啦。Ginger 咧，咁佢就2歲半，女仔嚟嘅。咁咧，佢之前咧就喺啲工業村度，咁就生咗兩胎啦。咁嗰兩胎都出咗領養噶啦。咁佢有個 BB 仲去咗 New York 添。Bianna， 你覺得佢想唔想玩波？我俾三個你 ，A OK， B 好中意 ，C 唔中意。唔中意，唔中意，唔中意。唔中意。你第一個揀就係 Ginger 喎，你唔記得咗？唔係 ，Ginger 係第二名。哦 ，Ginger 係第二名咩？哇！你又轉咗喎。證明女人由細到大都係女人嚟噶。有種甜蜜叫一見鍾情。知唔知只公仔啊？知。我聽日就要接鵝鵝翻屋企。有种痛苦叫父母之命。小汪咧就比较乖巧文静，安安嘅话咧，我惊我 handle 唔到。救命啊！搞咩？系咪真系得噶？拣2岁或以上。嗯，一于咁话。为你宠情献加多咗个 pet， 今晚10点半。